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小杨同志被我锁在外面去了，我在这里给他准备惊喜。你干你呢？怎么的呀？你到底干什么？你猜我在干嘛？什么呀？啊？你到底干什么？我在澄清你在外面看孩子呀，怎么的呀？开门啊！我不开呢，急了，急了哈！继续，你把门给我卸了吧。快点，把门撬开了。哎呀呀！你确定你要进来？我进来。你别后悔。不后悔啊。你抱着可心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嗯、行，你等着哈，三二一，我给你开门，你别后悔，小杨同志。我怎么后悔啊？啊？一会儿。进来，来呀来呀来呀，你干嘛？你说你有病去啊？你不是想让我踩你吗？来吧，你干嘛？起来！哎哎哎，起来！你干什么？你是穿的？我哎，这个鞋啊，鞋有没有印象？是谁来着？是谁？快跑！不会跑了。行了行了行行，我错了媳妇儿。我给你个机会上屋里来，别。丢人，在咱儿子面前丢人。我错了，媳妇，我错了，你干嘛？大家说了，看，哎呀，我都好久不会穿了，穿的脚疼。你不是想让我踩你吗？姐成全你儿子，你爹那天坑我，自己穿着我的高跟鞋自己踩脱了。而且这个袜子和爸爸弄手的一样，是吧？一模一样，这个袜子也一模一样。孩子，哪里跑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怎么不会跑？我今天特意给你穿的，哎，我的头都让你转晕了。快点了吧，来吧。不踩了，不踩了，不踩了。快点的。行吧。哎，你还小黑吧？还没我呢。我今天晚上特意给你的惊喜。太大惊喜了吧，媳妇儿，你不是平时头上都穿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我为了你，我高跟鞋我都穿上了。对了，来，我求求你，好呀。哎呀。媳妇儿，别踩了，别踩了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了，我都晚了。我不该坑你啊，我不该做丈母娘，不该做。我错了，哎，媳妇儿，哎，哎，哎呀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今天晚上我就拿这个，敲了你，哎呀，给你准备的惊喜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激动，激动，激动，高兴，高兴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多长时间没穿高跟鞋了？